我想问一个问题哦，那老肖你有什么？我觉得你好像没有听到什么事情都不行。你那边会断掉？哦，没有，我那边没断掉。我为什么听懂啊？你那边断掉好几次，好不好？你看有人说你真的一直断掉，没有断掉，还好的。我们今天那个到播到那个 OTNT 节目，别闹别闹。真的，你们是要播到本来预计是播到几点？我们大概播半小时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怎样？半个小时没问题。可以吗？那我来反问你，因为最近都在忙什么？很多事啊，一直很多事情。有人说，那个像那个疫情比较严重嘛，然后就那我演很多地方都不能办演唱会，然后就有人问我，那个你最近是不是？就是这几年是不是轻松很多？我想说，没有啊，就是哇，我做了超多事的。然后除了这几年，我就是每年都有做线上的之外，然后刚好那个空档就接的制作案也变了，然后自己也有发单曲，这样就是对啊。我比较不敢在电视上唱歌，我看很多那个萧敬腾在电视上唱歌，我都觉得就是很猛的，很过瘾啊。可是我比较不习惯，因为我很。为什么很紧张？我就看到很多摄影机，对，然后那红灯这个亮那个亮的，我就觉得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但现在现场所有人都拿着手机在拍，这个不紧张。没关系，现在我们现场啊，有带空气枪，谁拿手机？就不要。我想问一个问题哦，那老肖你有什么？我觉得你好像。没有听到什么事情都不行，你那边会断掉。哦，没有，我那边没断掉。我为什么听懂啊？你那边断掉好几次，好不好？你看有人说你真的一直断掉。我没有断掉，好好的。